车司机。6月16号下午，平安小鱼儿兵分四路前往大车运输一线，特别感谢舟山商贸集团有限公司的爱心物资提供。 FM97 舟山经济广播，舟山交通总局。6月9号进行，记者从省教育局获悉，今天至20号，我省开展高考志愿填报及咨询周公益活动。我省考试教育网站浙江省舟山考试微信公众号。本期收听的是广播，更多新资讯及掌握，新路线2013-9797。冷暖相知，风雨同行，气象播报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。我们对天气先变化，今天多云，今天明天后天多云到雨，今天雨到明天早晨，后天早晨局部有雾。今天最高气温29度，明天最高气温28度，明后天最低气温22度。关注风力情况，今天偏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；明天东南到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；后天东南风4到5级，阵风6级。发出南澳冷风浪，今天、明天、后天3级。今天蓝天指数为2级，天色淡蓝。今天紫外线指数为3级。外出时请戴好遮阳帽、太阳伞等，并加防晒霜。